Hey guys，大家早安。在影片开始之前，先让我们看看现在的时间，4:55。好，我昨天有上班，上到9点，然后大概10点多，大概用12点，所以等于说我睡大概就是4个多钟头而已，超级疯狂。然后今天要带你们去钓鱼，钓鱼是澳洲人他们就是他们假日的休闲活动。所以想要让我们带你们去体验看看，我自己也还没有体验过。然后那个地方很特别，那个地方是神隐少女那个无脸男走的那个铁轨那个桥，那个地方叫 Boston Jetty，在 Bunbury 是西澳的第二大城。然后我们现在去找我同事，我们等下见。Good test. Yeah, test fishy. Deck, mostly deep fried stuff. Yeah. Which means you can fry everything. Yeah. Wow. Salad preparing, steaks, like cocktails. Fry fish. Yep.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抓到。Marshall, you want to tell the audience how we get today? What's the what? How we get? How we get? Yeah, how we get? We've got seaweed. Seaweed. Only seaweed. Only seaweed. We can make some sushi. Make some sushi. Yeah. 你好. What up? How is 你好? Come on. Who taught you?Asian boy. Who's the Asian boy? Wei Sung. Why is Wei Sung? Isn't that what it says on your helmet? No? No! Chao Wei Zhen. Chao Wei Sung.但是很开心啦，就是初体验，第一次在澳洲钓鱼。其实我们今天也不是钓鱼，是
叫 squid， 就是小卷，是小卷吧，还蛮好玩的，也大概知道要怎么去钓，掌握那个钓鱼的技巧，要怎么甩，你们应该也看到了，是，但可能也蛮愚蠢的。然后我们因为钓不到那个小卷，然后我们就直接跳到海里面，没想到那个海水超冰，超级冰，一下去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因为想象中是以为海水超热，是温暖的，但不是，超冷的，对吧？然后这边超美的，那我现在走的这个桥就是神隐少女无脸男那个走的那个铁轨会涨潮的那个铁轨的这个桥，看一下，就是这个桥，很漂亮，但今天风有点大，对啊。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现在九点多吧。好，我们等一下早餐店见。嗨大家，我们到餐厅了，然后现在这间餐厅叫 Dome， 是澳洲还蛮有名的咖啡厅，很像台湾的星巴克，就是他们这边，因为他们这边没有星巴克，所以他们这边就是 Dome， 就是 Everywhere。那如果你们下次要来 Bunbury， 你们也可以就是到 Boston Jetty 去那边玩，还不错，可以耗上一整天。哎，我喜欢今天的 vlog， 再帮我按赞，那非常喜欢，再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是超级无敌 PD 喜欢，再分享给你的朋友。好，那我们下周见，拜拜。Now you know, just kidding.